我们这边好好打游戏。打永恒的话，我们上线先叠不灭啊，先叠不灭。这里快结束的时候再 A 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把不灭叠好，然后上线直接压他的身位。永恒一级一般都学 Q 的，你可以先晃一下他。我们这里晃一下，对于皮城的问题来说，晃不出来就算了。然后跟他这里 Q 交了，我们这里就可以往前压，接着 A 他。然后我们这里技能不要着急取啊，等他封胶完 ，OK， 他封胶完，我们再 W 刮他一下，然后追上去再 A 他一刀，你看他血量他就爆了，对不对？就核心在于 A 他的不灭 ，A 他不灭，这里不要怕他，站在小兵身后。他二级一般会学 W，OK，他 W 刮完了之后干嘛？等他盾消失，然后我们 W 减速他，走上去 A Q Q 走，嗑药嗑饼干，这里回头 A 他一下，没关系，走就可以了。永恒这英雄是这样的，我们等三级杀他就行了，等他风吹过来，吹过来之后我们再回身 W 刮他，然后我们等三级就好了，三级才是我们的主动权。当泪眼隔一半，我怎么全然，我好像错过了一点东西。这玩的还不错啊，鸭子里给的很足。手上的任务是唯一重要的事。反正就压他血量，等下一个 E， 下一个 E 就可以杀他了。皮尔特沃夫终将迎来自己的宿命。OK， 他这里 W 交了，对不对？边往前压 ，W 挂他，挂点火 A。会带来丰厚的奖赏。Q。我有点怕 E 大师是不是在他旁边？交闪。不拘小节。哎，我有点怕剑圣是不是在他旁边？算了。刚刚交闪了吗？我想一想，刚刚没交闪。他这个 W 盾也太厚了吧，能不能削一下呀？他的永恩一个 W 盾接近200的盾，什么玩意儿？好恶心 ，CD 又短，纯素质狗，真恶心。哎，真的纯素质狗，太恶心，晦气。一个 W 盾接近200的盾，真的离谱。CD 不长的，他那 W 盾 CD 一点都不长，才16秒，然后他有攻速之后他那个盾 CD 还会变得更短，就是有攻速之后他的 W CD 还会更短，这还长啊，我们被动他妈20秒一个呀，别人16秒并且还根据攻速降低的，他现在可能 W 盾就他现在 W 盾可能就只有14秒13秒了，待会他致命节奏叠起来他被动盾可能就8秒6秒钟一个了，你还觉得他盾短吗？很恶心的，我觉得是现在永恩都成数字狗了。哎，数字狗真恶心。虽然他是机制啊，他其实永恩这个英雄数值并不高，他其实机制很变态，但机制其实就是他的数值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制获得非常强大的数值，那我觉得这就是数值的。再来慢点我就死了，再慢点我就死了，真的
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俩兄弟一个攻速鞋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个没伞了，上单没伞了。对，卡面机制也好啊，但你看卡面有数值吗？他一点都没有。他们的代码中存在漏洞。你看卡面有战斗力吗？你再看一下永恩，永恩这兵英雄战斗力多么离谱。同样都是机制对吧？同样的机制给人的就是不一样啊。他永恩就是强啊，他永恩战斗力就是爆表啊。要么打，要么跑，优柔寡断。你不能光说机制好呀，对吧？你光机子好一点速度都没有，那怎么玩嘛？你看现在永恩这些英雄战斗力多变态，我觉得还是要体现到一个战斗力上来吧。黑暗给光明以深刻。卡面，卡面的数值可能全靠神分了。那说实话，其实也不是卡面数值高，那神分数值高哎，那跟卡面有什么关系？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不会被误导。耐心不是一种品格，而是唯一的品格。我去，他的 W 盾就离谱啊。这是狗脑的英雄，真的，哎，真的狗脑永恩的英雄，真的。哇，这把我看到了配置，真是狗脑永恩的英雄，妈就无脑往那脸上砍砍砍砍砍砍，不要脑子，这种英雄真的不要脑子，真恶心。啊，清线速度，哎，真晦气，晦气。我知道配什么东西。辅助在游走 ，AD 在跟进，我操，他也在做事。机会只会见过两次，我觉得无所谓，讲实话。慢慢来喽。上路在发育。如果你没有目的，哎，就在我不会，怎么也别做，然后就摆。哎。可能像永恩这种数值才是正常英雄数值，我们只不过是我们数值太低了而已。你妈呀，这个 W 的盾真恶心，我操，真的傻逼英雄，哎，真的傻逼，这英雄好恶心呐，怎么能这么离谱的。我没有点火的话感觉被他反杀了，我要没给他挂点火的话感觉被反杀了，我有个点火不然打不过的。
我阿顿 Q 增伤，那我问你，一千的物理伤害和三百点的增伤，你要哪个？真的是增伤，增伤，增伤是你爹呀、啊！增伤，你妈就是抛开数值，抛开不抛开数值，抛开数值就谈增伤，你真的有点过分了，我说实话。需要事实的约束。主要是就是老子乱加强英雄，你知道吗？每次加强都加强的他妈也没点脑子的设计师加强，这永恩 W 凭什么他妈能调那么高的盾呢？我过去给他刮一下，给你看一下多少盾，这英雄多少盾 ？OK。这是一级 W 啊，只学了一级的 W。而且我要提醒你啊，这个盾是一级就有这么厚的，就是二级的时候它就有这么厚的盾了。然后呢，然后就干卡灭怎么样呢？卡灭就只要等神分解，神分出来你看，他就特别难打我了，他就根本打不了我了。那你说是我卡灭强呗？那我要卡灭强的话，为什么我前期会被我前期会被他那样追着乱打呢？看没，神分一出来他就被我当狗打，就很傻逼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版本贼畜生，这个版本删除完毕，这版本太畜生了，有神分没神分简直就是两个游戏，好蠢。设计师改的太不合理了，我觉得。等神话装吧，等神话装删除可能会好一点吧。等神话装删除可能会好一点。这两年太多这种很奇怪的数值的英雄，你知道吗？太多了，就是很多这种数值贼他妈怪的英雄。计划胜过后，专家的要求就是机遇。真心，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等待时机启动，这是你的极限了。做冰心呗，这边四 AD 出肉呗，整机起来之后明显好打多的。哎，没办法，现在卡灭前期就随着打不过，差不多嘛，是这样的，这个版本就是这样的。但其实卡灭也不算太弱啊，因为卡灭中期的一个曲线还是不错的，主要是有神分嘛。卡灭中期的曲线还是不错的。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，你知道吧？玩卡密。这把九头蛇第三季再出吧，别满让他砍吧，让他砍一个。刮痧，刮，给我狠狠的刮，刮，我 Q 一下回132，刮，刮，刮，
说什么都没用，我跟你说，打不动我的。我也要当数字狗。说冰心会不会太拖？不会，你打架是无敌的，你还有什么拖的呢？你打架都是无敌了，你还有什么拖的呢？刮麻了，真的。回家了。206的护甲，我很好奇对面要怎么打得动啊。我的警惕永远不会松懈。终于我和你诞生在机会只会胜过等待，假扮无辜真是浪费时间。要出蓝盾吗？不用，后续出输出装啊，后面要补输出了。第三件我准备正常做九头蛇，你知道吧？我准备做九头蛇的，不然清线速度太慢了。我们现在坦度已经无敌了，不需要再做防装了。这首歌叫《半生缘》，是莫文蔚的吗？还是莫文蔚吧？刮，狠狠的刮。其实要出装是打团厉害，知道吗？这套出装打团巨厉害。这套出装打团非常厉害的，因为你的战斗力，你的坦度太高了嘛，你可以随便往里面冲。你看这个人同样是两件套，他打我完全我不掉血的。下面亚索同样也是两件套，但他打我我不掉血。就你可以随便往塔里面冲也没关系，我们的容错率会无敌高。永恩魔法伤害没有用，永恩就算有魔法伤害也没有用，他就打不动了。蓝盾加长了没有冰心好吗？没有。你声音真的很小，小严，你声音真的很小，不是我不回你，你声音真的很小，我听不清。没事，你知道就好，你知道就好。我怕你怕觉得我是不回你。没有，就是蓝盾没有减 CD 你知道吗？我们需要冰心的减 CD 和这个减攻速，这个减攻速很好用。蓝量也是。蓝量也是个好东西。符文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不灭符文啊，没什么特殊的。我要宰了。全力的维持必须。这个减攻速特别好用。他这个减攻是减的总攻速啊，就比如说他加成之后的攻速还是会被这个减20%的，所以说可以很大幅度的降低对手的输出。我不玩游戏，我来定规则。这是没大的。逃避只是徒劳，等待此程序启动。打得好慢。完了，对，以前也有做，这套出装一直都有的，这套出装一直都有的，不是根本没惩戒，不能打不能打，他没惩戒他没惩戒，他没惩戒，他妈他没惩戒，太害人了吧，没惩戒你打个屁啊！
现在开大没有？那么尴尬。龙还抢到了吗？牛啊，牛牛的，龙还抢到了，牛牛牛牛。没蓝了，吃一个果子。你们没发现吗？对面完全打不动我。认真玩的话就是这样玩，但这样玩怎么说呢？我怕他们觉得没啥意思，比较无聊。咋办？我怕让我们觉得这样玩会比较无聊。但玩其实挺无聊的，但确实这套真的很强，打中阵容这套出装真的很强，无敌强的。然后你看这个永恩打我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看，你们看这永恩打我。看我的血量，兄弟们，看我的血量，掉900点血。我不是你的法官，这打了我多久？我就掉了900点血。你们看我血，我们血，我们血还2/3，健康的要死。耐心不是一种人，而是我的资本。冰心挡了蛇，这是出输出装啊！如果你们正常，你们打的没那么稳的话，你们可以出这个啊，也可以出这个都行。我觉得出九头蛇好一点，九头蛇增加我们的伤害、啊。冰心算是我觉得最好用的防御装吧，就你如果玩清盖，你想要出一点护甲装、防御装的话，冰心是最好用的。它又便宜，效果又好，而且还加 CD， 还给你补蓝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拉特斯，他说对面你加德莱维 AD， 你怎么德莱维他妈下你拉特斯？他没伤害。你有什么资格说？德莱维，我要德莱维，我要德莱维，我要德莱维。然后你们看我伤害，我伤害是一点都不低的，知道吧？这永恩没死吗？我来伤哎，完了，亚索更大了。剑圣打我还挺痛啊，因为剑圣是真伤，剑圣是特效流啊，剑圣特效流，而且他这个无极剑伤是真伤，剑圣会打我们有伤害的，其他人基本上都打不动我们。你看，全部是剑圣打的伤害，剑圣打两次，其他人根本没打到。亚索好像还是一个双峰过来的，亚索好像双峰过来的呢，空中打了我一个斩钢伞。下一件的话做血手啊，做个血手。剑圣是这样，但没啥用啊，我待会儿补个血手就行。
感谢柑橘乌云的两个灯牌，谢谢。出炉。对，德兰文的一的击飞浪牙所接了个大，没有办法。新赛季新版本的话，这个版本的话我们输出空间大了很多，轮着他就可以了。他一刀砍我多少血，一刀砍我80连血吗？还挺高的，他一刀能砍我80。但我踹他一脚800，好像我二灯 Q 踹他一下回200，他砍我一刀80，然后我 Q 他一下我回200，然后我踹他一脚800。好欺负人啊，我靠。我神风 Q 他一下我能回200连血，加上九头蛇嘛，加上生命偷取，我 Q 他一下我能回200连血，然后他砍我一刀只有80连血，就多多少少有点尴尬嘛。这永恩其实玩的不错的，但没用。一补刀的技巧，这没什么补刀技巧的，一能有什么补刀技巧，它是一个短距离啊，大概就这样，这个你自己多练多把控就好了。80暴击190，我 Q 一下回160，哎呦好侮辱人啊，我靠，我 Q 一下回160，哦他给我挂重伤了，我说我怎么才回160呢，哎呦好侮辱人啊，我靠。